早上就换了这副啊。哪有人早上就戴这副？这早上不是这副，后来就戴这副。你说你开了？正在录，录了1分27秒。好，走吧。爸爸发现我安全帽没扣，很危险。嗯。插不进去。看吧，就这样。那里呀、啊？这里还是那里？对呀、啊。无法触控。你帮我按一下。按什么？按翻面呐。好，可以了。有啊。没有。Thank you.
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因为我的触控手套没用。还给你呢，一脚过去哪都不了。我要脱手套才行啊。刚好有个裂痕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。走吧，走吧。走。问你要不要拍？啊？问你要不要拍？没关系啊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你先往前啊，不然又我又比较快。我跟你讲的那个小转，就是另外一只脚抬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你现在看我这样做。然后那条路我就是用这招滑的，对啊，还蛮简单的。你要转之前把另外一只脚抬起来就好啦。
你现在不是要转吗？啊，本来就要踩这只脚、啊。这只无只，这只。前面有过道，你有看到吗？后面就忘记了。嗯嗯。松哦，你压到什么？哎呦！
那要不要试别的路线啊？哎、欸，这么多人在那。下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欸、我的脚就在你后面。嗯、欸。对，会挡到我的，就是。哎、欸，不是说不能滑？因为赖梅华带了一个。啊？因为赖梅华滑了一两次，去放。没有开放的，结果其他人以为可以滑就跟着滑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条是第一次封闭的。真的啊 ，A B C D 啊。哪里有写 B 封闭？每个缆车上面这个缆车一上去，左边就写 B 叉叉，然后走路的起点那边也写个 B 叉叉。不过我看这么多人滑过，应该。不会封了，封路就很恐怖。不过那已经有了，我刚刚很对不起那根小草，它已经对我千辛万苦长出来，然后就被我它卡住，然后我就我也摔倒了，我就脚卡在它上面，下不去了。它很坚毅的长，然后被我卡住，我又跟它说对不起。嗯，它好不容易才长出来，它秃了，而且现在没有很厚，有一个洞。这条还要滑啊，还是就去滑别的了？看你啊。那滑别的好了。这条我已经非常轻松了。后面还好，前面。前面我也轻松了。前面我不行，我会紧张，太窄太快。那个快我就给它正对着边边去，然后它翘很高的话，我就弯个腰。因为我刚就是翘到上面去种树的。这边没有树啊，这边那么高。我说这个，这边我没有问题啊。嗯。这边我看起来还好吧？对啊，应该是。只是我很快就下来了。那个，对啊，那个就是小转啊。你要是另外一只脚抬不大起来，就表示重心还不够重。对啊。就是像我这么快，我这样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抬得很夸张哎。你看得出来吗？有啊，对啊。对啊，整个在踱步的感觉。可以啊，可以这样子，而且抬起来的瞬间，你根本不担心那只脚被卡住。我觉得这招对我很有用。卡那个小草，对不起。没去啊，没去啊。有了，它刚才活得好好的，只是被我撵上去，卡在那边。这种的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活得好好的，秃了。你说被血压扁。馒头大队今天要去哪里工作了呢？就发放去。继续走，冲！明天你会不会学？啊？明天你这边会学？那你就有标准版了，你再教我。嗯。好啊。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太到。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一招，抬起脚那一招。示范的老师那个又慢，但是老师的动作稳重。
阿法。阿法，就是合法的树林就对了，是吗？对啊，就这一块吧，就这一块吧。但是可能，万一板子陷进雪里就出不来。因为我刚撞树而已。没有那么冷，我也不知道，就你自己觉得，我觉得好像没那么冷，没有早上那么冷，你觉得？现在风比较不大，我脖子好像有一点点风漏进来还是什么，然后脚的部分，裤子那边还是觉得有一点冷，其他地方被保护得很好，这个封锁线啊。硬要去滑一下，旁边有个洞。这边的左边那个黄色牌子，它有写 B 上面打个大叉叉，然后右边走进去的路口也是 B 打个大叉叉。走了，走了。要帮他讲。他是装去滑。滑没滑过的好了，滑正面的。啊？滑正面的啊。对啊，我也这样想。红色那条啊。它正面都没滑到，只是怕人很多。既然他说那是粉雪区，那就去看一看啊。哦。哎，这样。
看不到路，看不到路。那边吗？看不到了，我走了。看不到路啊，看不到路。有可能哦。看不到什么鬼啊，看不到路啊，那边也有人啊，问题是看不到路，好好笑。粉的粉的粉的，这里是粉的，这里是粉的，好粉哦，这里是粉血，粉粉的，好粉哦。上来的嘛，偷看地图，很粉哦，要小心哦，很粉哦，很粉。你说什么？不知道，高速的话应该是缆车上吧。你说那个是没看的。这样子一路走下去就下山了，我们并没有走到那个啊，那个红线啊，那就跟人家一起滑吧，这是下山的路啊。对，左边啊。哎，那这个人滑线了。哎，那跟他们滑好了，跟他们。
难。小洞吧，还是这里？红线是这里。因为它那个红线是跟那个，应该不是哈，这是五号线，南边五号线。那个红的到底在哪里？今天戴两层手套不方便用手机。看一下，我有，跟手机放。哇，那个红灯。五号跟着缆车线一路往下滑，就是那个红线了、啊。其他两个是绿线。这真的是缆车线。对啊，真的是。从那边下来，然后说这里是粉雪，对，粉雪区。然后这个的左侧说有淀粉，有淀粉，没有标粉雪区。好啦，是这条线没错。那要走这个吗？这才是红线。刚没看到，等一下盯着他看。刚太雾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对啊，不过现在已经滑过一次了，现在就知道往下滑就是缆车站。太神秘，太神秘。等等，那不就是那个雪上极者的那个吗？就是刚刚那雪上极者我们不敢进来的地方啊。就这一条线啦、啊、这条可以啊。一直盯着他看，这么一大块。白白的。比我们高了，奇怪。那路口在哪？他可能是上级者的那牌子切进来，上级者的牌子要切过来才可以。好啦，看过了，觉得 OK， 那等一下就切过来吧。上级者啊。是吗？反面了。好，满分。等一下再写。这里就进来啦。我们刚看到的是这个缆车吗？没有吧？有吗？三个人下去，但是现在怎么觉得又很雾了？还是老地方啊，又好雾哦。
这里啊。对啊，我说刚刚这台缆车。对啊。但是那么雾又不敢下去，刚刚怎么没那么雾？有那么雾吗？他下去了。可以了吧？来，帮你拍照。啊？没事。那这边切下去了。对啊，这就是那条红线啊。跟他们，跟他们，跟他们。很 OK。啊，怎样？很水。对啊。哦，好像很怎样？不会。哎呀，松松的。这里又不雾了，一点都不雾。草莓冰哦。
顶住了，顶住了 ，OK。好，停住了，没有啦，干嘛去撞他啦？你明明就可以停啊，你干嘛说你要去撞他？没有吧？其实就很松啦，我觉得抬那一下，抬那一下可以防止被卡住这样。那你回去啊？还好吧？我去那边看一下，你不用过来。那边你不行，我也不行。就撤降就对了，就撤降就对了。对啊，就偷鸡摸狗的来哦。也不会啊，我觉得这里撤降就好啦，我也不大想转。我觉得是不是要冲还是怎样？搞不清楚路线。要停下来咯，不能再前进了吧？我猜，我猜不能再前进了吧？要走下面呀？要走右边啊。上不去。哎呀，从这里啊。我要切前面那边。
滚下去。你不要过来哦，你走那边，从柱子那边走，没有，你看清楚，你看左边有柱子，走柱子那边，我这边比较陡。侧上，可以了，就走你的左手边就好了。体力活。好，我也很热啊，热毙耶！不会啊，完全不会，我这样就下来了。好了，下来了，等一下直冲啊，直冲了。对，直冲了。滑到满身汗这样。摔倒，但是花力气在那边爬来爬去，刚比较。
一个？这两个。就我们刚下来的时候。它在里面滚啊。对啊，在里面滚啊，然后就现在这一次还是继续来滚。去。东摸西摸。这不是跟 Jordan Pose 是一样的吗？我看只有山顶起雾吧。这里就没有雾啦。有啦，只是树挡住。是吗？树很清晰啊。雾没有那么低，你看往上都是雾啦。对啊，所以是高低的差别。哪里？我靠！不行了吧？对啊，怎么样？哪里？那里会冷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它里面有一层塑胶。就等那一层破，对不对？没有等啊，就里面。还能用啊？还能用。还行吧，把它缝缝在这里。不知道，等下讨论一下。要滑哪里？要滑到山下还是刚刚再滑一次？然后再滑一下。那就还是滑到山下。滑到山下，如果我觉得还有力气，就再来一次，从山顶滑到山下。我觉得坐到山顶滑到山下不用走路，对啊。哎，你知道路吗？哦，要往下滑，不要是黑线的就可以了。下面有两个缆车站，两个的中间，滑到山下要不要？啊？很多人就可以休息很久。嘿啊嘿啊，跟老师好好的。有点累，那就往这边吧。我起来了。
教练，跟教练，就一定是下山路，哈哈。超的超的，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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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的超的，看这个缆车，下山 cos， 沿着右边走，一直沿着右边走，没有，中央高速，这算是中央高速吗？不算吧，我觉得这是中央高速，我觉得这是中央高速。到前面的柱子看一下，对，跟着这个走就对了，跟着缆车走就可以了。而且你看缆车真的走很快啊，跟着缆车走差不多啦。往这边走，红线；往这边走，黑线。然后跟着中央高速下去就对了。刚刚有个家伙硬要从我前面切，我要直冲，害我只好刹车，真是受不了。然后这个真的是中央高速啊，对，它开始运转了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做，就是，走吧。
到那个箱型缆车没有？哦，在东大房子哦。去箱型缆车那里就到山底了。你看那个在跑的箱型缆车。到树林后面。这个树林的后面就是缆车站。这里有馒头哎，三顶八，
蛮舒服的。不开始，你刚碰到你，没就没事了。没有问题吧？那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滑个下山的就好了，其他的都要走路，有够烦的。这个上出不来就直接滑了，难怪其他线好像也不是很热门，走到累死。嗨，力气会不会比较大一点？差一点。什么东西？太大力了。它里面卡住。逆向工程，我刚逆向。哎、欸，有动一点点，我刚感觉到动了。怎样？里面有没有布料夹住啊？有啊。哎、欸，回去了。我要往下的喽。右上，右下，右上，右下。啊！我觉得是不是我在咬烂它那块布？有可能哦。那是放手机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我现在手机不能拿出来。哦。连月的评价收收呢。是。Oh shit！ 怎样怎样？你变成下面开了。对。好。回复。没事。哦耶。逆向修法。对，母鸡没时间完全不用走了。啊？没时几乎完全不用走了。哎、欸，八方的上面还要走一点点，有点烦。一个雪场怎么可以不设计好这样呢？缆车站的基本不就是下来了之后，下面再往下滑一点，再接上去吗？我以为大家都知道。我来试试看，我觉得我这个手套的触控已经完全不会动。会啊，会动啊，可以啊。好啦，我觉得具有是那个裂痕造成我的手机感应不到，我的可以。是啦。真的啊，你看，嗯、可以啊，我平常都这样用啊。流水器是这个道理吗？我之前试很多次。是哦。另外一只。啊。现在知道线了，在雾中可以又滑得更快一点。那起大雾，真妖秀。而且以时间来讲，3:15，可以再滑个几趟下山的。今天有酸吗？嗯，还好。就没花到什么力气。走路啊。很烦哦。走路都很累啊。有够烦的。
记得它下面的黑线是封闭的啊，可是刚没看到。我们刚是不是哎在哪边？要看那个。要看那个。徘徊吧，嗯。你说什么？刚才真徘徊，还是？徘徊什么？徘徊，我们要怎么下去啊？你是说左右的岔路吗？刚徘徊的地方应该在，因为中央高速是。中央高速是这一条，然后岔路不知道在哪边呢，看不出来，这里吧？对啊，我以为是边呢。对，因为他说一边是黑，一边是那个。哎、欸，我抓到的图的更新怎么又变8.59？它跟10.23，那条黑线不知道。一直看到8.59。没有，缆车8.59，然后 cos 10.23。哇！现在拢看无。现在拢看无。让我拍照，人家以为我在干嘛？通到雾里面的，要另外一个过来。要命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那这些机我都跟在你后面吧，你自己认得路了，对不对？走啊！我走错路，你要叫我？就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根本就会不会
就是中央那条缆车线啊，中央高速右转没了。不是，是不知道哪里要冲，那有地方不要冲。刚你我一看到下面有一条两边红红的围起来，那边我觉得就该冲啊。那种围起来的地方表示它很平吧？你要跟我讲。好啊。这里要超啊，前面那个红线的地方，橘线的地方。
sorry。再乱就好了，就回去了。啊？三点半呢，最后一乱。很快啊。刚刚几乎 non stop 了。啊？你不是就叫我冲快一点？我没有叫你冲快一点了。车也是要滑倒，那个脚也是跟人家手一样，就脚好，那侧滑要抽筋，你的脚趾头要抽筋，那表示你很想抓地啊，你很想哇抓一边还是抓一边，哦，面罩湿湿的，就是湿啊，哦，嗯，就轻轻松松、舒舒服服的在滑。有轻松吗？还好。对呀、啊，我看你好像蛮轻松的。快了点的时候就好累。嗯，至少这次没有那种手抬起来打滑的形象啊，没有吧？没有啊、一次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看得出来。只是很看不到路，有点紧张。一点点啊，但是你带路。要是不轻掉下去就掉下去，应该是不会。它旁边有棒棒。哦，下面，怎样？擦得很干净。你说什么？是在眼镜的外面，不是眼镜的里面。你说雾、喔？那我觉得擦啊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个土地，我们上面冰冰的，所以下来就那个。雪下大了还是风在吹？我刚没注意到有下雪啊，怎么现在这么大？一直都有下，不然你以为那个雾你看不见路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是下雪吧？拜拜。明后天也都下雪。啊。那样子，八方馒头就变雪馒头，难易度减半。可是明天就开始日本三天连假。明天才开始是不是？对啊。哦。6/1。那馒头会变大size 会变大，然后馒头大都会繁殖。
它不是整点吗？不是三十几分的整点有。对啊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时间，三十四，然后赶四点那一班，这样也不是赶，刚刚好，刚好可以坐四点那一班。排下一班几分？在半小时一班啊。我觉得依照我们的速度应该差不多。啊？我们要一样坐三号票。三号？哪一号都可以。哦、应该是三号、四号、七多了七号跟八号可以坐。我现在来看好了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回去的车哈。按不开啊，按不开，那种home键怎么按得开嘞？爸，七号，一样那几台啊？七号、三号、四号，就七号、三号、四号，就这样。唉，这条线怎么都没有人？我觉得每次我们滑路过都没看到这条有人哎、欸。那该不会是黑线吧？黑线的一条啊，我们就没下。嗯，而且那个转弯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人走黑线。啊、会不会它中间有那种要走路的地方，进去会生不如死？对啊，它连红线都能有人走路的地方，我是想不通。盐业就是走路之雪场，以后谁问我，我就这样讲。走路走死你，还好只来一天。但是我看他的雪场地图，看起来就好像也没有很好。那我觉得那个 view 的 A 吗？嘿啊，就还蛮好玩的。A 是还蛮有娱乐性的啦。对啊，地形很有趣。九天特训，有了是十足的进步。啾啾可以教你解他们一家了，就你可以做示范动作给他们看了。起雾都是起外面。
个路口下山。No cheese. Hey, wait. Okay. Portrait. Okay. Okay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I can't see your smile. Huh.
啊，怎样？啥？要再练一阵就会了。我也不大行了。3:52。Thank you.
啥？是一样的、啊。不按也没关系。怎样？有声音吗？就好了。可以，空的，挤到最后。那么样，好，全都穿上去。一站啊，最后上去这样。
kept dropping brasses at you. You go, you're done. Yeah. He goes, oh, actually, it's this one. Done. Oh, no, no, sorry, wrong one. Yeah, it's this one. Yeah, done. I doubled the brass. Yeah, how much can I push this? I did. Yeah, really, dude. So, I've also got a class.
bus terminal. ちょっと待て、ここ。ここ。Get down. We need to get down here. 他没有听到。他刚问有没有人要下。你怎么没下 ？Sorry. 他刚讲我也听不懂啊。什么？他是泰国，因为我刚以为这是。啊，他们也要下啊。这两个也是要下啊，他们也没听懂。哎呦，我背后有油油的，帮我看一下。为什么你背后油油的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好走。没有，他有停一下，问说有没有人要下，还是什么？但是。对啊，然后我以为他要桥正位置，结果我就走了。最后一站啊，那个车三号，还好你有喊。没有没有，返回来，我们是最后一站。我们是第一站。问隔壁的外国人说，哎，这不是最后一站吗？没有，不是，这是第一站。哦，这是第一站。对啊，回去是反过来开的。你没有，你不记得那个时间表是反过来画吗？我记得啊。对啊。起点啊，当然是起点啊。第一站，第一站，第一个停靠站。肩膀会重，肩膀很酸痛哦。我都知道左右轮流扛啊。回来也六分钟，去也六分钟啊。不过也不想再来了。你觉得很好跟他？没有啊，好吧。例如说，假设下次有好天气，为了看风景要来吗？你觉得嘞？我觉得来这边比较累。对啊。因为走路走太多，要走路的事情。那走路的时间都拿来走路了。完全不知道是在干嘛，所以那票那么便宜。
怎么最后只剩一根？要求我。楼上吗？挂在门上。刚开门的时候掉了。你就觉得奇怪，怎么可能只剩一根？哎。哎呀，你们那不是可以不用？是可以不用。只是我遇到平的，你就。但是我也很少推啊，我那个都不大想出力，因为第一次的经验就是反而手臂酸痛，手臂酸痛就很糟呢，没办法坐地板。坐地板？就是你脚酸的话，至少手还可以扶；要是手也酸的话，全身就只能蠕动了。我们就一直在蠕动了。哦，又拿了、哦，好啊。还要跑上去啊？啊，没有啊。哦。我要拿去。啥？我要脱鞋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拿不出来。我又扔上去了。是这一波没？哎呦，我这人都到。哎，讲。